大家好，这里是数九部落吉他，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吉他的那些事儿。啊，今天咱们应这个网友的要求啊，简单来说一说这个许巍的《礼物》这首歌的前奏啊。大家觉得这个旋律挺好听的哈，然后咱们简单来说一说这首歌是E调的。然后它其实前奏比较简单，主要是就是在五六弦上弹的啊，从五弦的九品开始，它扫的时候主要就是扫五六弦这两根弦，所以呢，一二三四弦如果你不想扫到呢，要用这个手指给它护住啊，下半部分做一个弧度给它护住，相当于就扫五六弦，然后一二三四弦不出声音啊，要做一个护弦的动作。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这是E调哈，E调我说了，咪在这儿，那就是这就是拉拉西哆，用到了拉形指，拉西哆瑞咪发，实际上它就是在扫一个瑞咪发哆啊，哆瑞咪发，用这个做主旋律啊，然后加上一个六弦的空弦，再做一个主旋律的一个双音的一个扫弦啊。就是注意手指护住一二三四弦啊，这个很关键，其他的都比较简单啊。好的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啊，可以联系我啊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